这是205宿舍吗？哎，同学你好。哎呀，我住二号床。这儿。啊，哎呀，这么多东西啊，拿了。来来，我帮你忙。哎，谢谢啊。我叫王卓南，叫我小健就行。我叫郭江涛，我是沈阳本地的。啊，你呢？我是河北的。同学你好。你好。哎呀，终于来一个新室友了，好开心呢。那个啊，我这个人有点洁癖，哎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儿，我以为啥呢。那个你们河北都有啥特产呢？那个不好意思啊，继续。没事。你们好，这里是205宿舍不咯？是啊，同学你好。哎，你好你好，啊，我叫马浩胜，你叫我小胖就可以了。哦，小胖呢？我住这里。哦，哎呀，我帮你啊。哎，那个谢谢。听你口音是南方人吧？是的是，我是福南的。你好，我叫郭江涛。你好，我就是沈阳本地的。他叫小健，他是河北人。哎呀，抱一下喽。那个胖啊，那个他比较爱干净。您是？我是宿舍管理员老潘。潘大爷好。注意点卫生，不要喧哗，影响别人休息。好。第二天早上起来上课之前，一定要照着镜子整理一下自己。好看，你这个头型，作为一个学生，不是我说你，这个头型就不行。怎么临来之前，在那个烤箱里烤了？怎么卷呢？不是嘞，潘老师，我这个是天生的，自来卷儿。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行了，你们赶紧收拾吧。我先走了啊。好。哎，我的妈呀，这一个个的。没有啊。听见没有？听见。人家说的多对啊。哎，我看天也不早了，咱们就先休息吧。好嘞。休息。哎呀。哎呀。哎呀，这家第一天上大学还激动的有点睡不着觉呢。哎，哥俩，这大学四年你们有啥打算没呢？我打算考研。我没有什么别的打算，我就打算不挂科就可以了。为啥呀？我爸说了，我要挂科的话生活费减半，我就吃都不够了。哦，那也对。小健你呢？我的理想大的。你的理想是什么了？你继续说噻。哎呀，我最烦别人说话说这么快呀。这些人真是的。兄弟睡在我寂寞的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别唱了。咋的了？头一回见你这么爷们儿呢。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呀？小胖，我问你啊，我长得不难看吧？不难看。我身高还可以吧？够用。我学习成绩是不是不错？比我强。为什么门门看上他了？哎呀，这玩意儿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呗。那门门喜欢萝卜还喜欢青菜呀？门门喜欢吃包子。你怎么说话呢，胖？哎呀，没事儿，我告诉你啊，没有什么事儿是一双限量款的球鞋解决不了的。我也没钱了呀。那我就没招了。哎呀，小健呐，缘分这个东西吧，我这鞋只穿了一天。谢谢。五个鸡腿儿。哎，说好四个，就五个事儿啊。不啊，你怎么坐地？你俩合起伙来蒙我是不是？江涛，